炒得好，狠狠的炒，炒得越均越好，炒上了算了，正合适。你看，通过吃饭这件事情，他原形毕露了吧？你喜欢他什么？啊，又没钱，又没房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少说两句了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？分，必须得分，我看透了。拎不清了，自己条件那么差，还这个样子，我女儿白白让她耽误三年时间，三年呢，这么大的孩子耽误得起吗？哎呦，真是的，我不能想，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，我心脏就不舒服。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妈妈，其实，谁在吵？秦佳亮，你干嘛呢？欢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坦白，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，价值上亿吧，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，市区有四套房，老家还有五套。秦佳亮，你别喊了，还上亿，还上市呢。阿姨好，叔叔好，阿姨，上市是很困难的，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真的假的？肯定是假的呀，欢欢，他是骗你的。我在上网的时候啊，我看见过了，这叫杀猪盘，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户口。欢欢，我骗了你，我混蛋。你看，你看，听到没有？他在骗你，听到没有？妈妈，他是骗了我，不是，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。逃啊！你这个小子啊，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？你活腻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不是妈妈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他说的是真的，真的，什么真的？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。真的富二代，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就没有几句实话。之前跟我说，车是借的，找工作很难，结果都是骗我的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，他这个人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啊，欢欢，可是你别傻，你得听他的重点。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。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欢欢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今天就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对，他真的不是来拖欠了嘛，对吧？你，哎呀，孩子，婚姻大事啊，有慎重，慎重再慎重是吧？慎重，不是妈妈，等一下啊，你，哎，真的，秦天亮。你能不能别嚎了？你现在是在扰民，你赶紧给我走！哎，别听他的，不用走，不用走。哎呀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你看他多有诚意啊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根本不在乎，那说明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？你看他，哎，高高大大的，眉清目秀的，你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，他在解释的原因。我对你说了谎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闭嘴。妈妈啊，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，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，垫付贷款，他一直都在骗我。哎，等等，他那么有钱，让你帮他还贷款？对。那他后来还你了吗？还倒是还了，那不是还了吗？不是妈妈，你搞清楚好吧？他为什么骗我？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。哦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先把他叫上来，一个人在哇啦哇啦在下面，影响不好的。佳亮，佳亮，上来，阿姨帮你。今天谁都不许理他，谁要是理他，我就跟谁翻脸。欢欢，欢欢，我来跟他说。好了好了，干啥？
霍欢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沈先生回来了啊。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先回去吧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小董，我贾亮哥，你什么情况啊？闹这么大动静说。小董，赶紧跑去劝劝你姐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哎，不是，你跟吴姐吵架了？一点小矛盾，我谢谢你了，快去去去去。不是不是，吴姐脾气性格那么好，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，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。这是接地气心，接力断金呢。欢欢，欢欢，我错了。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？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、骚扰女性，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、行政罚款，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。你有水吗？我。喂，姐。小总。你别理他了，赶紧上来，上来吃饭。欢欢啊，我错了，欢欢，我真没事了。姐，我再给他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快点吧，别搭理他了啊。我真的知道错。哎，行，贾亮哥，我上去吃饭了。早早，早早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早早。哎呦，谁打我呀？有啥气了？我你把他喂死他了。我刚刚光，我刚光。对不起啊，阿姨，那个您也别生气。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，一看身体就挺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徐家亮，你给我过来。哎呦，这是可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但愿家亮能上来啊！不然的话，这蔬菜就浪费了。哎呀，爸爸，那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那你的意思，我会骗你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，我也挺难受的。中间的时候我有无数次想告诉你，好吧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。秦家亮，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。没问题啊。第一，我了解你的担忧，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，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，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，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。这个我保证，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。就我爸妈，尤其是我爸，他特别的欣赏你，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，是真好啊。又来了。第二，虽然你家境优渥，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，凭本事赚钱，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。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，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行行行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，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，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，这点你能做到吗？我可以做到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过一会儿我呀，我拟个协议，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，啊，我签个字。然后呢，再盖个章。